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克 Daddy， 今天继续精灵宝可梦 Let's go 皮卡丘。上一次我们已经又收服了好多的宝可梦，对，现在宝可梦图鉴已经接近完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宝可梦图鉴，阿波蛇阿波怪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版本，然后呢，这个正在进化，正在进化，正在升级，然后是胖丁，还需要一个月之石，接下来是喵喵另一个版本，另外一个版本。胡弟需要通信，另外一个版本的喇叭牙，然后怪力是通信，德洛言通信，然后大葱鸭等一下去抓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四甲贝，四甲贝是进化什么来着？应该是进化吧，水之石吧，好像是啊，这个可以进化了，也有可能。水之石，那我们待会儿等着，记得把这个谁大蛇背拿出来啊。然后通信进化的耿鬼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可以抓的，可以找地方抓。瓦斯蛋双蛋瓦斯是另外一个版本，然后蔓藤怪可以抓，然后呢，还有谁？魔强人偶和飞天贪狼可以抓，凯罗斯是另外一个版本的，然后伊布，对了，伊布线下你已经抓了好多了是吧？对，十几只呢，你刷了十几只伊布，就是没有刷到闪，刷闪还是比较困难的，我们先把这个水伊布和雷伊布计划出来再说啊，接下来再往下就没了，没了，哇，好，很有希望啊，来。我先把那个谁大蛇背拿出来啊，对，同行宝可梦加入同行39级呢，哇，那么踢掉影梦，影梦已经进化完了，风速狗尼多王也得踢，风速狗留着吧，风速狗走跑起来比较帅一点啊，好吧，水之石就剩一个了，没关系，就剩他还用得着了，水一步呢，来，哦对，还有水一步，水之石可以去那个玉红百货商店买，水之石除了月之石之外，那几个石头随便买。我们有好多钱，就是不缺钱。来了，哇哦！好的，这是大蛇背进化为刺甲背了。好，填充图鉴。填充图鉴，刺甲背。刺甲背是水冰属性双壳背宝可梦，不但有着比钻石还要坚硬的外壳保护着，还能发射壳上的刺，不好对付，不太好对付。对，确实不好对付。非常厉害啊，他。OK， 好吧，那我们接下来进化伊布的话，先去玉红百货公司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先把雷伊布给变了呗。雷伊布，哦，对，雷伊布可以马上变了啊。雷之石有吗？雷之石应该是有吧，我看看。雷之石还有两个，还有俩。好，先把雷伊布变了。好，我们新抓到的伊布有这么多，一堆，随便来两只就行了。来，就你了，加入同行，剃掉刺甲背可以了。然后再来一只，剃掉尼诺王。对。来，加入同行。这些伊布评定都不怎么样。踢掉尼龙，对，这个实力都一般。我们只是为了收藏啊。对。强化口袋。雷之石。哎，那冰伊布也可以喽。啊，这里面没有冰伊布。哦。只有火伊布、水伊布、雷伊布和什么？草伊布也没有，仙子月亮也没有。哦，这里面只有那个火伊布、雷伊布、水伊布。嗯。然后再加普通伊布。嗯。哦。所以冰之石并不能进化它。对，好，那就先来这个什么吧，雷布，喂，来了，可爱的小伊布要进化成，酷酷的，可爱的，酷酷的那个雷伊布啊，哇，浑身都是刺的啊，雷伊布，刺毛，雷伊布的造型跟雷电鸟、闪电鸟真是很像，颜色还有那个刺都很像。好了，填充图鉴，雷伊布。电属性雷宝可梦，稍微受点刺激就会大叫或生气，每当心情变化时都会蓄电。哇哦，果然不好对付。哼，那么还有一只是火一步是吧？啊，不是，还缺一个水一步。水一步，所以要买水之石。嗯，我们去玉红百货公司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玉红市。嗯，是不是治疗一下？哎 ，Papi 拿来什么了？他可能给我什么礼物？果然、，Papi 好像有什么礼物要送你，得到的就是。银色叶子，神奇的银色叶子，至今仍未发现能长出这种叶子的树木，哇，非常稀有啊！帕比从哪得到的？那这叶子能干啥吗？不知道，也许可以在商店里高价出售。哦，先来治疗一个吧。嗯，嗨，我们有飞血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习惯性的要来治疗一下。好吧，我习惯性的要在这恢复一下体力啊。快龙，快龙，你看飞在天上也很累，所以来休息一下。好吧。啊。玉红市的百货公司，在哪边呢？这个在后面，不是在后面一排。我看这个是什么啊？玉红大厦，不是这个。玉红
同百货公司、哎、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就是吧，这就是必能邂逅您梦寐以求的商品，玉红百货公司，就是就这个走走好、哦、这里面我是第一次来吗？问问他，嗨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哦，它只是一个导购，这有个牌子，我们看看哪一层是卖什么的啊？一楼服务柜台，二楼训练家广场，三楼电子游戏专卖店，四楼聪明人礼品店，五楼饰品天地，顶楼自动贩卖机。哦，我们这个算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嗯，聪明人礼品店，还是嗯，我觉得先去四楼看看吧。嗯，走，聪明人礼品店，走了。好，来到了四楼。快，哎，我呢？我、哦、你直接飞过来，你比电梯厉害多了。这是卖石头的地方吗？请问？哎，火一步大师。火一步大师啊！哎，嗨，哎，不对，不能隔着这个跟他说话。你好，我准备给女朋友买个礼物来着，如果送她水之石，不知道她会不会进化个啥的。啊？他女朋友是伊布吗？进化个水伊布呗。那水之石在哪儿、啊？水之石谁卖啊？是你吗？哦，是这儿吧？哦，这个。嗨，店员，购买。果然在这儿。水之石、嗯。水之石，在这儿。先买个三个吧，三个吧。一个就够。啊、哦，一个就够是吧？嗯。万一还要进化别人呢？也没别人了。没别人了。图鉴都要填充完了。对。来吧，开始进化。现场进化。现场进化，在这个玉红百货公司，马上就给大家展示。啊，对。那个刚才这个人不是说给他女朋友一个水之石会怎么样吗、哦、来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啊。好，告诉他给那个他女朋友水之石会变成什么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来，他女朋友真的是伊布吗？现场展示一下，如果你给他水之石的话，就会这样，就会这样来了。伊布进化吧，来哇，小伊布变成了水伊布，带着那个鱼尾巴的啊，好，变成了水伊布。 OK， 这下伊布的图鉴就填充完了。嗯，我们可以有伊布军团了，去抓吧伊布的小军团。伊布水属性土泡宝可梦啊，它的细胞与水分子相似，在它融入于水后，你就完全看不见它了。它跳到水里的话，你就看不见它了，哦，找不着它了。隐身术啊，嗯，在水里可以隐身。要学的是水枪，水枪好低级啊。拉倒吧，再见。你看到了吗？来问问他。嗨，他还是这句话。嗯，我已经给你展示了。这，那走吧。我呢？出门了，哎呀，还没出来。好，离开玉红百货公司，我们接下来要抓的啊，来看一下、嗯、上次抓到了哈克龙，对，接下来是魔强人偶十一号道路，在这儿、这个、那我们要去的是枯叶室，走，走了枯叶室。好，一转眼就来到了枯叶室啊。 OK， 十一号道路我们要抓的是什么来着？魔强人偶。嗯，魔强人偶还是用喷雾呗，等会儿 给来个隐虫的、okay、隐虫的香水是吧？嗯，好，黄金香水十七个，上回我已经用了三个了。来吧，你买那么多呢？哼，下面有个球，这都没拿过啊？这么明显的位置，好伤药，这都是以前的，完全用不上。哎呀，小浪男啥意思？直接冲我就过来了。上回我在伊布刷闪的时候、嗯，遇到了三个吉利蛋都没抓。啊，你为了连续捕获伊布是吧？嗯。好可惜啊，如果你抓个吉利蛋的话，这时候可能那帮都进化了，心疼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是等的魔强人偶，对，或者模拟泥也行啊。嗯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哎，不对，这图鉴里面没有模拟泥，那就是魔强人偶，只有魔强人偶。哎、嗯、又一个球。哎哎，这些对战是不是都没打呀？有可能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好像没来过这儿。对呀、啊、这好像是没来过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不跟他们打了吧，我们尽量躲着他们点啊。这真的可以吗？哎呦呦，好险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，魔强人偶，就是你。别！哎，现在跟这些训练家打没有任何难度。嗯。Big 的魔强人偶。哎，你怎么先跳一下呢？真讨厌啊！准备。听口令啊！预备，好。哎呀呀！怎么弹了呢？好机会，预备，走。哎呀！又偏不偏？准备啊！嗯。哎呀，中间了，差不多中间。嗯，等它晃一下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好，准备，哎，预备，扔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差一点点啊，嗯，差点就 excellent。一、二、三，
哦，哇，不要乱跑，魔枪哥，好难抓呀，来准备，预备，走，怎么样？好，哎呀，没扔错，扔到中间，当当当，一，二，三，哇，好难抓呀，来来准备啊，预备，走，怎么样？啊，偏一点点啊，对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，二，三，糟糕，这已经浪费多少个球了？啊，准备准备，嗯，鱼，哎，它怎么不动呢？晃一下呗，晃一下，晃了，好，逃了，逃了，我抢人偶，居然逃走了，这家伙不好抓啊！哎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这次是 small， 神奇，来 small 的，好。好，机会来了，预备，走！哎呀，够偏啊！咚咚咚啊！一、二、三，不好抓，不好抓，这家伙，来来来，准备！我一步抓了那么多次都没逃。机会来了，预备，下一圈，走！Excellent， 终于等到了。这再抓不住，这次可以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抓到了魔强人偶，好，又填充了一个图鉴，1000多经验，不错。好，快龙升级，就他升啊？现在我们嘎啦嘎啦是已经升过了是吧？嗯，他是卡啦卡啦变过来的。对，然后就剩穿山鼠了。穿山鼠现在21级。嗯嗯，好，填充图鉴来啦。魔强人偶超能力妖精属性屏障宝可梦、擅长表演哑剧，一直都在练习，即使空无一物也能让人觉得那里真的有什么东西存在。哦，哇，厉害，他在那个动画片里面是马戏团的，记不记得、马戏团的一个表演马戏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儿可以离开了呀，走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12号或者13号抓大葱鸭。好吧，12号或者13号，十二号就在这边，那就直接往右边走就行了。嗯，来了，这是十二号公路。大葱鸭是在普通，不是水里的。哦哦，这有普通的草丛什么的吗？不是水里的，感觉没有哎。嗯，这有个小房子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里面，这里面啊。对，好，先给这个斩了吧。来，加大斩，啊，屁股。听说这大葱鸭，哇哦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我刚想说听说这里有大葱鸭。好，大葱鸭是稀有的宝可梦，我们得准备红圈，预备、走。Excellent 吗？对，我天，我一扔你给我打飞了，你给我手柄打掉了。抓住了，耶、预备、走。我天，哎，这要是真的是一个精灵球，说明就扔出去了，直接扔电视上。哦，哇，1700多经验，大葱鸭的经验好多呀。哦，穿山鼠可以了，好，哇，剩下就只剩抓了。对呀、一下填充了两只啊，好顺利啊。穿山鼠，来，这形状好像刚才撞钻的雪球。哇。刚才我们玩雪球去了是吧？对，我们去打雪仗去了。来了，填充宝可梦图鉴。好，山山王地面属性属宝可梦，它很擅长用爪子抓伤敌人，虽然在战斗中偶尔会折断爪子，但到第二天就会长出新的来。厉害，爪子可以无限复活呀，自我再生啊，自我再生啊。好，又填充大葱鸭。大葱鸭，大葱鸭一般飞行属性，黄嘴鸭宝可梦啊。哦，看来是它独有的一种类别啊。黄嘴鸭居住在茎状植物生长的地方，由于这种植物极为稀少而罕见，大葱鸭的数量似乎也在减少。所以它是稀有宝可梦。对，很稀有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14号或者15号道路，抓飞天螳螂。哇，好，走。各位好，听说这里有飞天螳螂、飞天螳螂有吗？请问在哪里？应该不是在天上的，也是在草丛的。哦，躲开它。
再往这边就是十四号了。十四号也有，所以我们十四号也转一转嘛。哎，我走了。这边有块草坪，我记得。嗯。摩鲁鹅和走路草。嗯嗯嗯，我过来了。飞天螳螂呀，相思笑不语，消失了，再用上。哦，天上的是什么？化石翼龙吧。哦，是吗？化石翼龙可以抓一只啊。对。虽然我们已经有了，但是呢。哦，喷火龙。我撞上的是喷火龙吗？哇，野生的喷火龙是不是第一次遇到？啊、嗯。那来个来一只，来一只，给个抱抱。哎呀。我先给个焦香果。让它稳定一下，使用稳定门啪，好，然后我让它稳定在旁边的，怎么？等一下，不，哎，不放弃，我再给它个蔓莓果，增加一下捕捉概率。嗯，蔓莓果十七个呢。嗯，旁边也没关系啊，我们现在技术好。好，来准备，还有动吗？哎呀，等它动一下啊。嗯。来晃一下，晃一下，老喷，老喷，老喷，晃一下，老喷。老飞一直在飘来飘去的，好，好，好，进来了，预备，走！哎呀，我还是在那，你扔满了。对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求生捕捉老喷，喷火龙。好，我赶紧下来。哎，我就飞在天上找吧。啊，什么时候看见了飞天螳螂再落下来嘛？啊，嗯。好，你身上有没有带血？哎，啊。什么情况？撞上了啊！天上有鸟，不，但是它为什么又在地上呢？啊、我在天上撞上它了，它为什么又出现在地上呢？不合理呀、啊！啊，不，天上好像还不如陆地上安全呢，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。但这样比较快一点，能快速的检查有没有飞天螳螂出现。嗯。好，走。我来了。飞天螳螂出现了吗？我干脆就走了吧。啊，对，你先躲一躲吧。嗯。等需要抓的时候你再出来啊。对。飞天螳螂，我们先去抓下一个吧，要不？对呀、啊，先去抓下一个吧。下一个是慢能怪二十一号道路。嗯，那就是真心镇往下。嗯，去双子岛也行，我们去真心镇吧。行，这边应该是水路，这儿还看起来有点那种草丛，是吧？嗯、好，我们去真心镇，走，回家了，皮卡丘。回家了。别的镇都是回到神奇宝贝中心，只有真心镇是回到家门口。嗯，哎呀，吓我一跳。好，这边就是二十一号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有草丛吗？哦，有。哎，慢腾怪，慢腾怪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下。走，慢腾。落到拉达脑袋上了。这。拉达再见，我有事先走，你赶紧出来。好。双人捕捉概率高啊。来。快。OK。就是你，慢腾怪。原来我们家后花园就有鸡蛋什么的。嗯，来吧，一个，准备，哇，纯火，好机会，预备，走一个，哎，好，但是纯红不好抓呀，一球命中啊，二，三，耶，一球命中，看他给多少经验，万能怪3590多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哎呀，这里一步水一步都不升一个，他俩都四十级了，没那么容易升了。我们的快龙逐渐升上来了，25了。好，田中宝可梦图鉴，慢腾怪，慢腾怪草属性，藤蔓状宝可梦，全身被蓝色的蔓藤覆盖，真面目不为人知。据说它的蔓藤会持续不断的生长。哦、你看它里面只是一个黑球，对，它的真面目并不知道。好了，那接下来的话可以去冠军之路的第三层抓快拳狼，22号到23号。冠军之路是那个？哦，是在洞里面啊。洞。哎呀，这个不好找呀。这不好找。那我们这还不能飞，嗯，只能去神鹰高原再回来，走吧。嗯。先去神鹰高原。走，这皮卡丘来了，走。这气氛都不一样了。嗯，今天我们不是来打四天王的。我们只是去冠军之路的，就是这个洞，哎哎哎，进不去啊！要从这儿绕，从这儿。妙蛙花大师，嗯，走了、啊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妙蛙花跟他一拼呀、啊。我们打不过他，我们这第几层啊？这算是第一层吧？嗯，那去 地下的应该是往下走是吧？哦，应该是往下走，哦，下了。那这还是第一层，这还是第一层。嗯，那继续往下走才行。哦、火焰鸟大师，哇，有没有下去的路呢？这有，那有一个，从这下。
那这是负一，这是负一，也就是二啊？是吗？是这么考虑的吗？应该是吧，你不是说地下吗？对呀、啊，但是这算是地下一层还是地下二层啊？不知道、啊、不知道他怎么算的。嗯，反正我们还继续往下。哎，这不就出了吗？这不是变成一层了吗？嗯，那难道是往上的？哦，这是山，所以往上面走是。哦，那这现在是一层。对，我们应该往上走两层，就是二层、三层了，是吧？嗯。哦，我应该现在先不用香水，到了那一层再用。对呀、啊，浪费了。浪费了。这没有，这没有。这过不去。这拿球的，这是拿球的。这样的话，这就是二层。二层。嗯。然后再上一层。再上一层是三层。嗯。好。嗯。我刚才看到上面有个梯子。哦，这有一个。哎，这样就是三层了。啊、了对。好、哦，这一层应该就会刷了吧？好久没有用这招了，来吧，推三掌，我推，好，再来，再推，我推，好，过来了，哦，这怎么掉下去啊？成功，哦，吓我一跳，哦，这里确实有不少格斗属性啊，嗯，所以我们要找，哎，哎，他还没打过呀，但是我们身上现在不行，啊，我身上现在打不过。打不过怎么办？糟糕！糟糕！他还有四只宝可梦。顽皮雷弹就打不过呀，这快龙。糟糕糟糕！风速龙级别太低啊。嗯。虽然有两只雷布，但是没戏啊。啊、嗯！还不能逃走。这那怎么办？这只能打了。龙之怒啊！来龙之怒。那我呢？你烧它，喷射火焰。喷射火焰。热风攻击力更高啊！热风好，来吧，来吧！既然如此的话，打的是谁？打我！好了，你的热风非常不错。坏菜！咦，活着？扛住！麻痹了，麻了！你只要能烧他一下就行了。好，使出热风！出吧！烧啊！啊！他47级！完了完了完了！龙之怒！我们这回要第一次败了。我们要第一次尝试这个遭到这个失败了。嗯。龙之怒。要被打败了，热风，好来，被打败了，打雷，没有命中，好，龙之怒使出，啪 ，OK， 现在一个热风，应该能烧死他吧？嗯，差不多，没事，他下一招雷打雷还是打你，所以我的龙之怒可以收下他。嗯，好，来吧，嗯，对方用了打雷，这下命中了，命中了，好，风速狗已经尽力了，也就是我们一只换一只啊。风速狗换了他的顽皮雷弹，嗯，然后我的快龙使出了龙之怒。那我们这多呀？我们比他多两个人。嗯，钻井吸收，我就应该用水一步。对呀、啊，用水一步的话好了啊。嗯，换错人了。好，那我看看啊，我这边哈皮有助威倒是，但是会浪费一个回合。对。龙之怒。龙之怒。哈皮的助威待会儿留给那个雷一步或者是水一步。嗯。嗯，你用个什么呢？来。挖洞也行，其实。降低他命中率比较好，用破杀啊？是吗？嗯，这样他就不容易打到我们了。好吧。冰冻拳，骚，四倍死了。哇！啊 ，no！ 冰冻拳好厉害呀、啊！好，我要上水步了。啊，好。水步。来吧，水步。有没有招式、啊？没有水招式。没有水属性招式。太悲剧了。我看看啊。嗯。啊！只能用舍身冲撞，舍身冲撞吧。那我也只能用了舍身冲撞。好，使出。我会挖他一来吧。啊！完蛋了，他有岩石，所以一般属性不行。啊。好，挖洞效果绝佳。但是哪有？也弄不动。地震群伤。糟糕，群伤。啊！穿山王倒下。死啦！水步也。水步也弄不过他呀。我换了。那我的雷一步还被他克制。嗯。你换谁嘎啦嘎啦来了？我记得嘎啦嘎啦有一个骨头回力镖的。嗯，但是没有用了、嗯，没有用了。帮助？帮助干嘛？帮我呀？不知道，我帮你一下吧。切！你有骨头回力镖？来吧。好，我使出了帮助。好，加油！就给你加油了，相当于。嗯。用出了地震。哎呀！我直接死了。不会吧？剩一点点水一步死了。好，使出你的骨头回力镖吧。那这个帮助还有用吗？不知道。打好手，哦，两次。效果绝佳。至少过半。好，
好，那我只剩下雷布了。只剩下雷一步了。雷布是被他秒的份呢、啊，雷一步也是，也是这些招式。对呀、啊，他们俩都没学招式。这败了，败了，败了。蛇身冲撞啊，还不如帮助呢。蛇身撞啊，还不如帮助呢。完全打不动。好，然后呢，冰冻拳克制死了。完全把卡拉卡拉给放倒了。那没人可换，我这没了，要败了。那么。我使出，好，神人中了，来，最后一撞，嘣，还有三只呢，所以地震对我效果绝佳。刚才用地震的话，可能我们两个一起倒了啊，好，半雷一步倒下，我们看看败掉会怎么样啊？败掉的话会怎么样呢？哦，支付4800块钱，变得一片漆黑，一片漆黑，然后回家，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宝可梦中心、啊，强制来到了宝可梦中心。那这是哪个宝可梦中心啊？不知道啊，出门看看呗。咚咚。哦，应该是最近的吧。被强制送回到宝可梦中心，这是玉红市。是。就是刚才我们来过的是吧？哦。好，那我们换上只超梦什么的吧，压压阵，踢掉。有超梦大师吗？这里面？要穿上网，应该有超梦大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有两只，一只是快拳狼，还有一只是先不使用了。还有一只是什么来着？飞天螳螂。对，还有两个狼没抓啊。嗯，再抓了这两个，图鉴就填充完成了。哎，进那里面看看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来过。啊。我到这里面拿过什么道具？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下一期应该就会填充完所有的图鉴，然后就可以去给大木博士看一下了啊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精灵宝可梦Let's Go皮卡丘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，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